花莲市先民文化节今年迈入第十年，市公所特别扩大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九月二号开始到九月二十四号，包括了点灯祈福、灯笼彩绘、镇头创意交流等，每个星期都有精彩的活动，希望可以借由活动来追思先民拓垦花莲的精神，也让更多的民众来认识公庙文化与历史。先民文化节今年迈入第十年，花莲市公所特别扩大办理，规划一系列活动。二号下午在成田文化义诊协会带来的神将演出后，为活动正式揭开序幕。而市长魏家彦、延平王庙主任委员李一仁、世代会主席李正伟也持锣棒敲响铜锣，期盼台湾的公庙文化能代代相传。九月九号以及九月二十四号，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延平郑王庙来看热闹，来到老雷后更能够更了解延平王庙在地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过程后，也希望我们所有市民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先民文化节暨延平王庙文化祭系列活动，从九月二号开始，一直到九月二十四号，包括有点灯祈福、灯笼彩绘及镇同创意交流等等，丰富活动，周周都精彩。希望借由活动追思先民拓垦花莲的精神，让更多的乡亲好朋友知道公庙文化与历史。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